第五周的经济赛马上就要开始了，现在呢，我们有五次次数要挑战。OK， 开启了，开始。我们还是选回我们比较会用的武将，也就是大乔、张辽和周瑜。来，比赛开始，快点吧！这个是第一场。我们每天呢都有五次次数，也就是说呢可以对上玩家五次，如果用完呢就要等明天咯。开始。来吧，万箭归宗吧。不要打我啦，好痛啊！一不小心呢，就会给他们连招 KO 掉哦！哎呀，对不起对不起，是我的错误，因为我完全没有看到他出大招这。哎呀呀呀呀呀呀呀！觉得画面有一点卡，看来你没有招数咯。有时候画面有一点卡，很难接招的。然后呢，我们的招数呢不会被中断，蛮气人的。来第二场，傻子一样。还是用回吧。在这个经济赛呢，还是用回比较熟悉的武将比较占上风。如果你用过那些武将啊，你可以在这边打打打打。我是说呢，如果你有用习惯的武将啊，你用在这里经济赛啊会比较吃香，要不然的话会输得很难看。因为就是你要绝对的胜利。一只雷舞，风神雷舞，风雷发魂，心火燎原，怒火冲霄。心火燎原，这个画面整一点卡。总觉得外面卡卡的。再来三场，快点结束吧，因为我觉得画面不对劲啊，太卡了。快点吧，对手出来吧。来来来，还有三场，快点结束。
看来我们遇到神算诸葛。龙凤龟啊，OK， 风卷残云，乾坤大挪，好痛好痛！下雨啦！雷滚天大，风卷残云，斩雷法身。咦，什么叫？哎呀，好痛，好痛！好险啊！来第四场。来吧，在排位呢，跟吉吉赛啊，有时候画面是不一样的，在连招方面也一样，有时候在这边呢很容易被中断，但是在排位不会。这就是经济场地和排位场地的区别吧。不要这样了，星火燎原，风大，风暴漩涡，把风声破地，斩翻雷滚天，霸王七鼎，风雷法身，风卷残云，翻雷滚天，翔天强威，星火燎原，怒火冲霄，风暴漩涡。拜拜。OK， 来最后一场。魔高一尺，道高。喂，怎么这么久呢？取消，再来匹配。如果匹配到第十五秒呢，系统呢就会自动的取消你的匹配，然后你要重新再匹配一次。不要欺负我，我不会欺负你的，我只是想胜而已。带，我很怕马带的哦。一起浪客，一起打架。哎呀！怒火冲霄，好痛好痛！穿云射月。嗯。英雄梦溪。
哎呀！不好意思了，我要指挥中，斩翻雷滚天。OK， 全胜。再来。看来呢，王云呢，虽然是属于 B 级武将，是非常危险，尤其是擅长远战的。